那罗明啊 ，A Brother of Tucson 啊 ，Brother of Sun on the Beach。叫什么？我记得《Sun on the Beach》。这个里面在下你开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啦。开始。对哟、哦。耶、yeah, ！欢迎回来。欢迎。没有新游戏、啊。新游戏叫什么 ？A Brother 什么 of Sun？ 可以给我看名字。Brother Sun on the Beach。这是弟弟来的吗？所以你是控制弟弟的吗？对，我要控制弟弟。我们又要来玩剧情游戏了。试玩，你都试玩。又试玩？试玩？这是什么妈妈、哦？没有啊，女朋友啊。怎么他不要自己抓那个船呢？被鬼拉下去。这是哥哥吧？你知道？感觉弟弟不见了，这根本就没有弟弟了。他说失去了妈妈，没关系，还有爸爸。爸爸我在说，这是弟弟啊，哥哥，这个长的才是哥哥。按住按钮进行互动 ，OK。啊，什么？然后我控制还是？你走前面啊。哦，就我控制头啊。往前。让它滚下去。那么奇怪的控制。我现在滑着这样啊。它不是往按上往前的哦，是按右哦。因为它现在在走着右啊。好、哦，我讲这游戏不需要字幕。你不要偷懒呢。字幕白白月上。为什么你的脚在起飞啊？这两个是不认识的吧？直接把他给飞下去。他不是兄弟吧？是代表说是好朋友吧？他可以开吗？你拉不到的意思吗？要两个一起啊？这是什么诡异的动作？为什么不能拉？不可以帮你拉吧？阿大阿大什么阿大？哎，我才有力啊，哥哥才有力啊。为什么走不到了？因为是我转。OK。那怎么上呢？丢下去啦！就跳的嘛。我要赶上去呀、啊！来。赶啊！你要按啊！我按啊！没有的。哎呦！然后怎样掉上去啊？应该把你推下去啊！把这绳放下来。他们讲话真奇怪啊！他只会啊啊啊啊吧。来。蹦啊！我很慢。哇，十年后他应该上下来啊！十年之后，按住不了吧？也太慢了吧！你别按下看，一样的。你等下上下上下吧。你有反应啊？你看，我不可以。喂，你还放手？哎、我觉得有问题吧，可能要连按的吧。不可以啊！休闲游戏，太困了。我们打一个石头压着，然后去吃个面回来，应该上来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打在草上走回来。好、哦，到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人还在转了，你看，要等一下嘛。等啊，到了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你放啊。你信啊？快点。等，掉下来了。我放手，可能你就下来了。你信啊？一点、啊、走不到，什么？掉我了，你来拿、哦你，快点，你来拿，会掉下去的啦。哎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是我设计的。啊、哦，终于可以放了。哎，你的老公啊，丢了下山了，一起。丢去旁边了没？这是壁纸。这是不是男的？这是什么来的吧？白富来的吧？没有钱配音啊。给一点字幕来，他在蒙呢。他到底是讲英文还是讲文的 ？Malaki， Malaki， Mafi Sadi Abaya， Abaya， 这是什么鬼语言来的？这是一个语言来的，爸爸在讲什么？他讲一块钱我救他，那剥削他。拿这个，看看这个符吗？烧了给他喝。什么鬼来的？全部烧了，一起烧，泡三杯水。给他喝，
爆死他，一了百了。我们去找药救他，走啦，我们去找药了。你跟那个安哥讲话一下，哪里找哦？你的地图不要拿出来看一下吗？哪里有地图啊？爹，你的家外地图啊？这个弱鬼，打他快，他要打我们了。是什么？我哪呀？脚臭啊！这样，请问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你喊开啊，不可以过啊！难安呢、欸。那我他有恐惧症。这个水这么浅，你也怕死啊？哇，长水果啊！来，我教你。你游个毛啊！什么？不可以，你背我，我不会游泳啊，我就是渣渣。你看我像青蛙这样。哎呦，还要这样的、啊？如果放手哎！哎哎哎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你这样啊？哇，那有人！他急忙啊，刚刚不有人过那个。哎呀！哎呀！不可以往前游了没？哎，你就走过来啊！怎么？掉下来！你想要走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哎呦！他怎么？笑屁呀、啊！哇，还跳哦！都不给我们进去，有病啊！一看就要走这里啊！来，喂，你应该给我上线了，你在这里做白色啊？对，旁边都有石头，奇怪的姿势。哦，我以为你要捧我上去啊？为什么你给跳了？啊、因为我比较帅一点，可以进去的。他是这么，他故意要弄搞我们。然后我不可以走的哦，你没有来。一定啊！喂，哪呀？喂，哪呀？哪呀？是快点。是咩？哪也是我的名啊。是咩？你。哇！真的吗？内心有一种叛逆的精神。怎么回事？按住。镜头旋转。哇！哦呦！那个人要来啊！还要搞事情呀、啊！啪！还要把门盖起来，小心！我就知道。这你就冲过去啊！不可以。嘿嘿嘿嘿嘿，这鬼哦，直接爆他爆门，不开我们也是可以爬的。诶，你太肥了，对不起，你有点肥。阿大，你要推这个箱子进来。我推那狗不走出来，哦，推那狗给他。哇，这么小只。为什么你追他不追你啊？这样小只都怕没？哈哈哈，笑啥？咪咕的咪咕。闭波了，闭波！他是转头进去的，重点是。闭波了，闭波啊！哎呦！这是怎么？还咬他？巨大！咬你的头还在玩呢、啊！哇！闭波出去！你这样啊？是什么、啊？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点叛逆啊。什么鬼啊？然后呢？哦，站上去，开那个东西。扎上去，看上面那个，阿飞的，啊，怎么我猜到这么开心？你不要讲话。按这，你知道这整哪里去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拉一个给你。谢谢你。够的够，这是一个悠闲的关卡，第一关卡都是这么悠闲。我为了玩这个游戏。等下就吃鸡了。真的呗？来，打他。你呀，那你给掉了。我要阿大，喂，那有人抢球了。你们都不会。你丢的进，这样讲好像。我永远都丢不进啊。因为你菜哟。哇！欸、我要。你也不要笑。笑。算了吧。那是一直给你看风景的 game 了吧？这是一个休闲游戏。来啊，开始啊！啊，野猪来啊！是狗来的吧？来，这么我们吐了，又是你，哦、来打他！你这么下去，你不给咬死了？哎呦，头痛啊！不能这样！死了！哎呦，我摔下来了！快点，你要吸引他，走他，你吸引他，我怎么过？走啊，走右边那边。我觉得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。快点，到你啊！哎、欸，你快点吹。OK， 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OK，
等一下，数一遍啊！我们叫他先，还要叫我过完了，我已经过完关了，你再叫过，等一下我先过去先。你怎么叫、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叫他，快点快点，喂！啊你可以不要再 ridiculous 了吗？偷偷的。哇！我跳了这么高呢？李祥鼎啊你！我不知道这么狠。哇！短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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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爱哦！怎么？哎呦，痒痒哦！阿大，阿大，快点，我要开始跑。好啊，然后我想抓一只羊过来给你。不知道。不可以，摸它吧。没有东西了没？对啊，怎么就看？哦，我要放这只羊过去挑战。你来跑吧，我去赶那个羊吧。对，你先跑呗。就连火倒了，这个，扛起来。我真的是哦。可爱啊，这个羊。Hop。喂。它会走了吧？你要赶来这里。然后它会跑呗？你讲懂，你没有赶过，赶过去。喂。是你啊！哎呦，头痛啊！不是我控制你的吗？哎呦，好可爱哦。这里没有路了呗？那兔子哎？哎呦。我觉得不能管到这个兔子。你走吧。试看。哎，走了！抓这只白色，抓抓抓！走不到了，推他不了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抓了？抓这么少一次啊！喂！你怎么？我不知道。解除成就是吧？哎呀，变成黑了。哦，他想要变成黑兔子。然后他就可以变成在一起哦。然后？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在一起的朋友。可以抓一只走嘛？就这样愉快的决定。你可以爬到面捉住它。好，可以。诶。两边。哪？怎么样拿只羊？大大个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有个游戏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大大龙。哦哟。这是什么鬼啊？哇，巨人啊！我要找他拿药是吗？你不知道？诶，他背后的药应该是。你们。嗨。嗨，二楼，找这个万能的啊、哦，这个啊，啥？大呀？啥？在上面啊。然后呢？关了什么事呢？这个人物巨人，跟着他吧，会爬上他身上吗？不行，推下去。然后呢？这场哦，他带我们上去，还要推人家。哇！为什么不是我呀 ？Phew！ 哇哈！然后怎么下来啊？那我呢？然后我就把我丢下水里。哇！哦。Game 上啊！我要爬。怎么还有这样好的人呢？因为他是巨人。给我啊！哎！给我们踩过去啊！哇！这么好的吗？为什么还有这么好的？还一次两个啊！一起跳下去啊！一起跳下去啊！哇！哇，这跳下去了！天哪 ！The end！ 哇，这么神秘的地方啊！我觉得他没有带我们完全不知道。哇！就是这里了，全剧终。还要游啊！嗯 ，Goodbye， 巨人。噔噔，接到了。游戏正式的开始。古墓奇兵。哎，阿力啊，你有点胖。那么突然间跑来这里面的。他这个门哦，瘦一点的人都可以过。他放这个门还是怎么？我知道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要啊！舒服。哇，可以拿做 background 啊！双层瀑布。Stop that！ 哇！然后两跳下去啊！哇！呜呼！跳！
要往后跳了。再看这三个马桶。你擦马桶啊？无水箱马桶。没有东西的，这拿来干嘛呢？这样看都是要搬起来。喂，你别出现！喂 ，moving up 啊！忘记了啊？咋可以啊？转那边后面啊！要转先吧，啊不要推左等于先咋？什么？哎，这里不是有路哦。好。哎呦，他镜头转到。还 moving up。你要走右边。右边。哎。左边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啊？你这样子的角度吗？你走啦，你不要再讲啦。哎呦，头痛哦！丢下去，卡住它。这边不是一左一右吗？喂，真的没？好了，随便了。我觉得是啊。OK。相信吗？干了干。这个游戏是聪明，这个游戏我设计的嘛。然后？走过去哦。哇，厉害哦！等一下报应来了就很难吗？另外一边。退。然后，然后他自己转的，还是你转的？那最后，这个是什么奇怪的机关？抓，再转，再转，再转。OK， 哎，到度了。是你控制的吧？ Okay, 不是我在控制的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解谜方法？真的双人解谜就是这样了。然后来古堡里面找药。切！没有跌下去也不好玩的。是哦。然后要拉着这个铁过去啊。嗯。可以是两个人嘛？打。不可以。哎呦，头晕哦，他这个角度。你试看放手杆？你试看，为什么要我呢？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怎么你去放？我帮你放！你快点！我爹，我帮你放！你放个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要去啊！你逼我放，你自己是要报应，你知道什么叫报应吗？还有又要玩这个。对，转了这么快 ，Stop！ 咦，他做什么了？诈骗，应该是诈骗你。不了解啊。我们来试看嘞。Stop！ 然后呢？没有路了。哎呦，这种。哎呦，还要另外一边还要这样啊？去拉那个桥才可以盖起来啊。他叫我跳得过啦。你这样的，完了哦。没有，他好像不给我跳过去这样。一定啊。我又可以再厉害，可以跳。对吧？不是那个啊。对吧？哎，这个啊。呜！哈哈哈！因为这样无聊嘛。哎呦，头晕哦。这么远哦，不符合人体工学。你去哪里？不是去那里咩？你以为每个东西都可以跳啊？这样对啊。你按啊，你刚才没有按啊。我有按啊，你的 keypad 有一点问题啊。Oh no！ 一起滑哦。哇，这个很像那种过山车。还行哦，很 happy 哦，如果有 VR 就好哦。像在坐过山车。哇！他的动画很不。快跑！你还动画还不如我的天！我不能跑了。他刚刚可以跑了。跳！你就按一个按钮罢了，没有得跳了呀。是吗？好了。哇呼！Oh no！ 就是被锁起来了。啊，她是女的呀。刚才的她的女朋友啊，不是两个床咩？你忘记了啊？你听到空气突然安静了。
是奶奶吧，伯伯他是看到的。他说那边，就是他就可以出去啊。石头，你还用没谈呢？阿达，阿达，阿达了你，阿达你头啊！我这里阿达，你不要吵啊！什么？你别走，你在那走什么？我就走啊！你阿达他走了个头啊！真的，一把两把。你不要踩那个啊！就是这样子走啊？没有啊，明明就是刚刚你踩到，你可以重播嘛。阿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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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阿达，你头啊！你阿达我，阿达你去吗？快点啦！喂，你这么走得出去？啊！我只有一个按钮可以按得了。你要走回去啊？瑞拿。你按住 ！Oh my god！ 你不要踩！你怎么？喂！我在移动我的脚步啊！我阿大啊，相信吗？阿大看，他整个老我就被飞下去了。OK OK， 因为他那边才是入口，所以他就看那边。可以，你放我进去，带我们走啊！他走了，他怎么不理你们了？为什么爬得很辛苦这样？因为他没有力，因为他受伤。然后，你就先走了？哪看？是你被阿当了？阿当？哦，打爆笑！我跟你讲，不要阿当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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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那怎么办？过！我先走了。goodbye 呀、啊！不可以哦，锁起来了。哦，你要进去里面。哦，然后进去里面吸引他。然后我再出来啊。喂，你要进来先，然后我再出去。哦哦。哎，关。哇。哦，退回来。我忘记带东西啊。鬼。都没有锁，为什么不会出来啊？都没有锁，你要突破盲点不？然后呢？转。哇，厉害哦，这个设计。谁设计啊？为什么不能转那边呢、啊？你要推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动。这样转、转右啊。不能啊。按左。是你按的吧？刚刚。按左也没有，按右也不可以。哎，按上。Okay. 然后呢？这个游戏就是一直不断的跟巨人合作。然后这个车我们还要用啊，我们要移过来。啊？啊不是他拿东西给我们呗？我们这样恶劣的那个人不就带上我们一起啊？喂！我觉得他讲他不是指我们去拿东西，他讲你要我在路是吧？你先救我的老婆出来，自己解读他的意思。Happy happy。Oh no！ 他看呀，我在你绕，你过来。啊！啊！那声惨叫是谁喊的呀？哎呦！我怎么在喊？在喊什么？然后呢？他给他去中间，然后一开给他咚。上不来啊！拉什么嘞？哎，给他掉，我可以一起拉嘛。你要下去。一人拉过去啊？对，你要过去。对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有用了。上次拉了这么？哦，他那个链没有断完，你要先把那链搞掉先。哦，你要叫他。他不是撞你的，跑去撞那个了。控制不了自己。要吹他。Go， 可以的 ，Up， 这 boss 怎么会打的？你是要叫他不是吗？你叫他死哦！喂，你还往前？我在往前。哎呦，我是往上跑啊！对，你去后面。你拉呀！他还没有走过。对 ，OK OK。二三，你不准备拉吗？一二三。我上慢了，所以你刚刚他准备开始冲，你就拉了。这哦，踩他，
下去下去，勾勾到，可以踩脚，这个残忍都没有闻。对，哇，烤焦，Happy Happy Happy Ending， 耶！耶！是我的药呢？大家，哦，这个药啊，啊，其实我们不知道。其实我是点你的。一箱吗？都一箱呀，一箱呀。有楼梯的，唔系一个，唔好啊！